我为什么要躲？躲哪儿啊？躲床底下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那你跟我说说，最近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就是有些太累了。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正在园里巡查，听到你这里有动静，过来看看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辛苦司爷。桑琪，有些口渴，来你这儿喝杯茶。还喝茶？住的可还习惯？有司爷的照顾，住得很舒服。 习惯特别的好。这么晚了，谁呀？是我，兰姬。他不是下山了吗？突然有些话想和阿奇讲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哎，司爷，你要不先躲一下。 躲什么？这么晚，色姬不也得掏出误会了，躲也是不用少一事。没事，我可以跟他说清楚。躲一下，马上。我为什么要躲？我躲哪儿啊？一、二、三，谢谢。 兰姬，打扰了。兰姬有什么话，我们去茶园说吧。夜里看景啊。对啊，夜里的茶园空气才好呢，舒服。我们还是进去说吧。